Dabaji, 原名大坝子, 又称大架子, 练时姿势开展, 动作稍快, 主要在发劲, 他的发劲讲求勇猛, 干脆, 如此一来, 手法细腻, 脚步也灵活多了, 这是在小八级已有的基础上, 做更进一步的训练。 六大开则是八极拳精要的拳法，是继小八极、大八极后更上一层的武术。它由六个基本发劲组成，包括了冲锤、哈拳、螺旋拳、仰拳、左右横打、左右撑掌等。它的拳法共分为六路，由于是八极拳的精要，只传八极拳低传弟子。